角器的闻到啦。班长，不要推给我，一定是你家的小湿器有角器。我快满十八了，不对，我应该满了十八了，快满十九了。谁说没有胸呢？再说我没有胸，我要上大胸啊！不要逼我啊！我有大胸的。胸器都有，居然说没有胸，我的胸那么大，居然没有看见。今晚不睡打游戏了吧？要不今晚不睡打游戏了？那个体育主播并不能转。不给你看脚，我怎么办啊？我早睡着了。我也很累的，聊天看脚，你以为我不累啊？你以为我那个姿势不累啊？我的腰疼，年纪大了腰会疼好吗？看了很久了，前面看了很久了。对啊，我也从来没的。回放有，不是上海是玫瑰啊。
手机上的你还不滚去睡觉，真是的，我腰疼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电池一的。黑色玫瑰是约炮玫瑰，行不行？是时候给你们展现技术了，我去上个厕所。聊天啊，打游戏啊，什么都有啊。这不，我们能交流一下，增进一下感情嘛，聊聊天嘛，是吧？好了，我要唱歌了。电池一不是黑色玫瑰，电池才是黑色玫瑰，对吧？你们这些手机党在干嘛？想干嘛？不行，不给你看，好累的。我都是求着我妈妈给我买的电脑。我不知道，反正电池一是暗影的，黑色玫瑰是电极，我不知道。你看主播这个，因为总是那样躺着都营养不良了。你看头发都黄成这样，营养不良了，你还有点心让人家那样躺着吗？以前的时候吧，那时候还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，总是有人说我像杨恭如。那时候15、16岁的时候吧，总说我像杨恭如。